三十秒决定今天谁会留下来。黄子佼，黄子佼，你看我们两个的戒指都很亮哈。我觉得这题好难，我想问华干或西平会怎么看。我选让我有感觉的，因为两个都技巧很棒，可是夏欣让我比较感动，我选夏欣。好，涂彦斌，你不要不看我，你不看我你也得选啊。我想后面一点 OK。如果是按刚 PK 的来讲的话，我应该会选夏欣。夏欣 ，Summer， 两个的声音都好听，技巧都好，但是芳玲你没有数拍子，你是吃药吃太多，跑太快了，太兴奋了，我选夏欣。好，在这里，芳玲。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希望待会儿有人把你救回来。恭喜夏欣挑战成功。夏老师，我刚刚真的蛮感动的，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说做那么多做，就是我不够了，就这样。哎，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就这样吧。哎，我刚可以边讲话，然后边喷鼻涕，超多。哎 ，OK， 我很好。纵使高烧的身体让人极度难受，芳玲依然带着微笑在台上迎战到最后一刻，展现满分演唱态度的芳玲，最后会被观众救回舞台吗？哎呀，我们的漂亮宝贝芳玲暂时被淘汰了。其实每个人回到选手村的时候关心的事都不一样，刚刚那个燕玲被淘汰之后回到后台哭得很惨，然后他就对着其他选手说，我嫁不出去了啦。这好像不是重点吧，哈！但接下来最后两位真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命运的锁链，上周被观众救回来的范阳锦以及我们的大魔王萧红人正式同台 PK， 交给第一现场。Hello， 大家好。今天在我背后有两边，一边是这个萧红人的，对不对？啊，一边是杨锦的啊。杨锦的亲戚也来了吗？今天特别谢谢外公外婆，然后我的学生，我的朋友兄弟，谢谢，欢迎哦。那我可以吗？我今天谢谢我的妈妈，然后今天怎么没看我爸啊？爸没来。 OK， 我姐姐，然后还有很多亲戚朋友，还有我一直很听我的歌迷朋友，谢谢。你知道我们评审坐在这，知道你们的拥护者在后面，我们背脊是一阵凉了，感觉上有点危险的样子。啊，杨锦，今天选的是什么歌？今天带来一首李刚霖的《祈祷》。好，侯仁呢？我今天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吴雅辉我自己改编的阿卡佩拉。哇！我们先来欣赏杨锦的。色的天飘着雨，你是否还在等待？午夜常陪着孤单，擦干又湿透哭红的眼，吹着风，
掏空花朵的片刻，泪水灌溉了寂寞，故事将慢慢被带过，在第一三层楼梯口，秋天树叶悄悄在凋落，一遍又一遍回不去的承诺。祈祷着再次将你拥入怀中，用尽力气狠狠地把你看够，舍不得放手，爱不够。对不起你，我要先走。闪亮的星空，温暖的微风，是我的问候。算我，求你别走。无能为力，祈祷着再次将你拥入怀中，手指冰冷的温度，无情命运，无人性。把你看够，舍不得放手，我还爱不够。谢谢。少女，你为何要玩弄我感情？难道你不知道要珍惜残花败柳是我的命？哦、oh, ，我的乌鸦灰，你可在我心流泪？乌鸦灰。就是欺骗的、受伤的、感染的，我爱你，你爱我，互相说一百零一遍。乌鸦灰，乌鸦灰，羞红乌被落单。乌鸦灰，你就注定哭泣，也许很感叹自己的爱情悲剧。我了解虽有很多苦衷，也希望你自己能看开一点比较好过。我只想再来一遍。谢谢。
谢谢。我觉得啦，今天这一组啊，我是觉得压轴两个充分表现音乐人的才气，可是今天你们这一个表演我不是非常喜欢，可是我相信有别的评审会很喜欢，但因为我觉得你们做了非常厉害的改编，我觉得范阳姐你做了很多的设计跟铺陈，有时候我觉得设计太多有时候会失真啊。那萧红人，我觉得你今天做了一个很厉害的表演，但你知道吗，我们对五月花的感受是雨夜花，国人老师对不起，雨夜花，对，是五月天，没有没有人问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五月花是个大，糟糕，被抓到了。柯乃馨最近都在北京哦。是雨夜花哈，可不可以、那个红人可不可以留一点面子给我。我再讲一次，好，昨天我没有去五月花啦，但我觉得你这个雨夜花那个后面的歌是你即兴的还是你本来的歌曲的创作？我给他一个创作，但对我来讲也是太多设计了。我觉得我只有一句话，就是有时候 too much 会失真。 OK， 我想了很久哈，因为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跟那个黄国仁老师有一点点的想法上的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我玩音乐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们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杨琴，我觉得你刚刚的唱那歌安排的非常的好，我听得出你花了非常多的心思，我觉得整个表演非常非常的完整，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音乐的东西就是要跟个性一样，可能要再释放一点。然后呢，我觉得你当你在做了那么多准备的时候，你碰到了一个萧红人，萧红人我感觉他是一个卖西装的，为什么？因为一套一套的，哦，他今天直接又变了另外一个套路，很惊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碰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我觉得可能会在这个舞台上是最难取舍，所以我们才那么犹豫。萧红人，我觉得你的音乐才华让我很欣赏，对你每一次表演我都有一些期待。我必须要说，对我来说杨琴是从比赛到现在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进步，他今天对我来说了哈，免得冒犯各位那个专业，我是觉得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今天唱得非常好了，他其实他真的进步很多了，然后这个偏偏碰到红人今天状态又特别好，他今天不管是假音的部分然后转音的部分都是打到我，就是都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卦，所以我真的也是蛮痛苦的，我很想鼓励杨景，但是很难评啦，我觉得，但是杨景今天可以到跟魔王很难评，我觉得你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我觉得你真的现在才越来越发现你的优秀，我觉得前途无量。好，我们来评分，让300万观众听听他们怎么说。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现场，最后一组了，真的很难。来，前面这位阿姨，哦，这个刚刚有一首老歌，但是也有一首流行歌，您怎么看这两个人的演出呢？我是觉得说哈，这个就是说老歌的演唱哈，从前我们都是比较刻板式的，所以现在的这种表现的方式哈，就年轻人表现音乐的方式都跟以往不太一样，所以但是我们听了他们这种的唱法，让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啦。啊，硬要选创新，你会选谁？硬要选一个，要选人的话哈，我是觉得说，我看一看哈，老歌当时大家都知道嘛，但是唱法不一样嘛哈。以功力来看，功力的话难选了吧？难选。功力的话，我是觉得那个杨景好像是功力，我是觉得杨景的功力好像比较厉害。你刚称赞红人称赞半天，最后选的是杨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哦，是。不是，因为老师都很难评审嘛，你也很难，对不对？很难。那我们看看分数算出来是多少，好不好？好。来，交给吴伟老师。红了，是不是很难评啊？对不对？大家都这么感觉，不管年轻的、年老的都一样。但是终究我们会要有个分数。我们来先看一下杨景的分数。
9，非常高的分数。谢谢老师。这边我要说一下，萧红仁已经是第9次了，他累积的奖金是79,100，如果累积到90,000元，他马上就要出片了。今天是几分呢？谢谢大家。9,200，恭喜萧红仁。谢谢大家。卫冕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救了我2次。虽然我不知道我会再救第3次，但是如果救回来了，我会感谢你；但是如果没有救回来，我还是感谢你，因为我终究这一次对得起自己，然后对得起大家。我很开心的，我尽到责任给你们。在范阳锦三度落入失败区之后，目前淘汰区的6位选手确定有王成祥、陈燕玲、方玲、范阳锦、Katara、卢雪瑞。比赛几周以来，卫冕组多次拿下全胜纪录，成功抵挡挑战者来袭。然而这周如此阵容坚强的卫冕组，竟有一半的选手落入失败区。我觉得这节目真的太惨了。对啊，我还是希望我兄弟范阳锦被救回来，这不用考虑了，因为他真的非常认真。残酷的卫冕资格争夺战，每一票都有可能决定哪一位选手能够晋级，这也让第二现场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第二现场现在非常紧张，我们欢迎我们的见证律师蔡律师。实现梦想的最后机会，谁才能满足300位观众评审挑剔的耳朵呢？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300位观众一人两票，到底救回了谁？怎么说？杨锦3次都让300万观众说希望留在这里当歌手。小美，谢谢你来，谢谢，谢谢你，谢谢 Katara， 谢谢。来，再来，好，谢谢。小燕姐，小燕姐，这个我们白发的阿公啊，今天做了全场最紧张就这一刻了，孙子被救回来了，谢谢，恭喜，外公外婆又救回来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谢谢，恭喜恭喜恭喜。好，其实唱好歌是不寂寞的，300位观众还是把他救回来了，好，你们评审投嘛，哈。我们就有能力把他救回来。来，请其他的歌手卫冕成功的见证到台上来。今天直接晋级或者是卫冕成功，甚至是挑战成功的选手，7强诞生了。今天站在台上都是很会唱歌的，但是我们要特别说一下，萧红仁的积分已经到了88,300。下个礼拜他一定要赢对手，只要90,000就可以在本节目当中毕业出单曲了，恭喜耶！
恭喜本周 MVP 萧红人可以得到肯丁凯撒大饭店提供的巴厘岛风格的 villa 10万元住宿券。来，我们欢迎副总经理白金芬小姐，谢谢白副总。好，谢谢白副总，今天这个啊，来颁奖。等比赛结束以后，可以好好的去玩一下。谢谢您，谢谢白副总，谢谢肯丁凯撒大饭店。那也要非常的谢谢我们第二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待会儿呢就要从范扬锦的票箱当中呢来抽出15位朋友，可以得到水美眉超级保养组合。也谢谢安姐，谢谢黄老师，谢谢彦斌，谢谢 Summer 姐。谢。我把彦斌带去抽奖。好，来彦斌走走。好，欢迎胡彦斌老师。谢谢谢谢。好，那今天我们有15位朋友呢，就是投范扬锦就可以得到我们水美眉超级保养组合，恭喜你们！来，请颁奖。这么多人拿奖了哈 ！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现场观众评审强力募集中，参加即有机会获得知名保养组合以及众多精美奖品等着你。详情请上官方网站。这次评审换你当。谢谢你们支持我要当歌手，再次谢谢各位，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胡彦斌，谢谢。经过漫长等待，求万分发行单曲的梦想时刻近在眼前。萧红人，他很可能在今天达到90000元的累积奖金，也就是达到本节目为他出单曲的门槛，请掌声为他加油一下。圆梦的最后一步，危机四伏。我觉得我的舞台魅力可以赢过萧红。我觉得你今天唱得很好很好，我觉得要给你一个赞。几乎快要荒腔走板，会不会大意失荆州？有可能。8点可以播这么血腥的画面吗？不要再讲。最爆炸性的结局，下周不要错过 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